旅行协会，然后还有在场的一些长官，还有那个媒体记者啊，大家伙伴，今天真的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这慈善的这个这些折页，我每一次都看过。我当我收到这个折页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感动就是官方其实也拨经费给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这样子每一个组织的一个折页，我那每一份都做得很精美，而且很仔细。那我想这个对于来我们屏东这边旅游的这个游客来讲，应该是帮助很大的。在这边也谢谢县长还有。